肩膀上搭着，因为这样子还比较稳，比较安全。对，搭在肩膀，搭在肩膀。那我们最后一位呢，可以建议你们脚可以稍微开一点的关系，因为是怕你们后面避免你们打结，后面怕你们会打结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稍微后退一点点，好，后退是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在这边也同时请第三组，还有
很棒。那我们同时，我们再次提醒，我们接下来要比赛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教一下你们游戏规则。对，我们请各位仔细听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哦。来，我们先把好，第四题，紧张，第四题，第四题。首先，先检查我们的脚是不是。紧够紧，不要太松，太松有可能会松脱，那松脱就有一点危险，所以请记得最后的调整一下，确保安全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在行进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扶着前面那一位。那我们第一位是什么？你好，好，加油，第一位很重要哦。好，那再一次提醒你们，记得前面的红绳子吗？记得从左边到右边哦，可以吗？从左边到右边哦，从左边。来，我们请先试踩一下。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，我们小提醒。小心！那我们
最后一场次了，等一下四点钟会开放报名，我们四点半会进行最后一个梯次的蜈蚣竞走比赛。那得到优胜者，也就是秒数最短的，就可以把奖金现金带回家。我们今天的年假最后一天，女生都会拿为自己的来有一个很深刻的回忆、深刻的纪念。电价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提醒哦，如果您有刚刚去化妆室，在厕所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的话，麻烦来到我们的服务台领取。这是 OPPO 的，那它上面有防了香菇。32秒94，第4组28秒64，第5组35秒。